中上級者のための中国語リスニング練習リスニング練習は全部で UMA 球、同じように、新型新は一緒に行きたいます。私は一緒に行きたいと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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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います。私は一緒に行きたいま 所以，除了去工作、买东西以外，我基本上在家，在家的时间那么长。我最近开始学日语了。我昨天刚刚记住了我是印度的平假名，我今天打算学片假名。如果疫情稳定，我想去日本。我开始打乒乓球的时候，我是五岁。那个时候，我朋友华也跟我说。 最近开始打乒乓球，但没有一起做的朋友，所以我说那我们一起做吧。以后我们经常打乒乓球了。但两年后他搬家了，我们不可以一起打了。没有他之后，我坚持努力，所以我今天得到了第一名。今天跟男朋友出去玩，首先看迪士尼电影，然后去购物中心。 在购物中心里碰到了我朋友小鱼，小鱼跟我说：“你们俩今天去哪儿？”我说：“我们刚才看电影。”小鱼说：“什么电影？”我说：“迪士尼的，最近刚刚开始。”小鱼说：“这样啊，怎么样啊？”我说：“还可以吧，那我们先走啦。”小鱼说：“嗯，拜拜，之后。”